家好，我就是 Dr. Tang， 在中小学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。今天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个专为学校音乐科而设的网上教学平台 iLearn Music 学音乐。首先，我们的平台是配备各类的电子教材，是按年级和课题去分类的，那就方便老师和学生搜查。而当学生在使用这些电子的教材的时候，我们的平台是会作出即时的回归的，那学生就会马上会知道他自己学不学到东西，又或者他作的音乐作得好不好听。这些教材大部分都是由我亲自监督而制作的，而其他的呢，就是由和我们合作的音乐团体以及专业人士所提供的。咁对于呢啲教材嘅可靠性，老师就可以放心啦。另外，我哋嘅平台仲嵌入咗多款嘅音乐教学程式同埋游戏，咁同学就可以一路玩一路学音乐啦。当同学完成咗一项练习之后，平台就会加份报告俾老师，咁老师就可以知道同学学习的进度。还有，我们是会和合作的团体在平台上举办一些音乐的活动，让他们可以累积经验值，情况就有点像他们平时打机一样。 iLearn Music 提供了这么丰富的学语教资源给老师和同学，用起上来又这么方便容易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不妨打个电话或者 email 给我们。同时，老师又要兼教很多其他的科目，闹㗎啦。